我叫安娜，这是我第二次来青岛，我觉得变化很大，这里的人他们还是与时俱进的。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其实特别喜欢语言，中国它的历史悠久，文化非常深，我觉得特别感兴趣，所以就这样开始学中文。 Hi, my name is Maria and I'm from Ukraine.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at I come to visit Qingdao, and I think it'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 love the seaside. It's really like very good impression on me. 我叫林笑，来自埃及，我在中国有4年多了，现在在天津南开大学读博士研究生。这青岛这个城市就是。 文化方面也很好，就是饮食什么都有，就我这边就是晚上出去溜达溜达，感觉挺好的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萨迪娜，来自尼泊尔，然后来这边以后就是来这边，然后看看这些风景，还找一些贝克，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感受，就是特别开心。